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06页，806页，倒数第六行，倒数第六行，从当中普贤行愿品，从这看起啊。普贤行愿品曰：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这个前面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一切供养当中，是以法供养最为殊胜，真实利益。啊，所谓如是修行供养。法供养当中又以这个为第一条啊，如果我们接受了佛法，没有依教奉行，这个得不到利益。经教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就应该要落实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是真正学佛。佛菩萨孤身前行，他叫人肯定先做到了啊，然后再叫别人，别人相信啊，肯向他学习。如果他叫别人自己没做到，别人对他信心不足，很难收到教学的效果啊！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，第八品里面所说的三种敬业啊，本经三种敬业很特殊，把口业摆在最先，善护口业，不计他过，
善乎身业，不舍威仪；善乎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说得好啊！我们要认真学习。首先，学者少说多听啊，多听别人讲的，少说话，慢慢的养成习惯，佛陀这个教诲我们就能做到啊，能做到这一生当中肯定得大利益。这个里面不但生智慧，而且带给你真正的福报。第二呢，摄受众生供养，这就是以我们的善行善言劝导别人啊，特别是摄受他归净土啊，把念佛法门呢介绍给他，念佛的功德，念佛的利益。把这部经介绍给他，把这个注解介绍给他，啊，如果有这个机会，在网络上听经，在卫星上听经，这个信息，啊，频道传授给他。啊，劝他常常听经念佛，这是摄受众生。下面一条叫代众生苦，特别是念佛功夫成就的人，他可以随时往生。功夫成片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想什么时候往生，佛什么时候就来接他。为什么？他心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。所以他念念跟阿弥陀佛感应到脚，那么看到众生太苦，众生确实迷惑颠倒，造作许多不善业，自然感得许许多多的苦报，不忍心 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多住几年，这带众生苦，这是菩萨发心的。能多劝一些人，能多带一些人好事情啊，这个在世间受一点苦值得如果不是利益众生，这个苦是冤枉受了啊。为什么受这些苦？我受苦，众生能得利益，好，
这个有价值，有意义。啊，下面勤修善根供养，这些通通叫供养啊。发供养的方法多啊。啊，世间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能放下。啊，出世间善根。精进啊，精是纯而不杂，进是进步，由进无退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在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是具体落实了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了，把古圣先贤教诲全都丢失了，一生没有见过人做，也没有听过人讲，啊，这么重要的一桩事情，怎么可以疏忽？我们不知道，那不能怪你，知道了，就应该做榜样，给别人看。啊，等于说我们来做实验，别人看到成就，看到成果，他就相信这个功德大了啊，能够启发很多人的信心，信心人多了，社会就会改变啊，改恶向善，改迷为悟啊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也是事业。菩萨的事业是什么？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那是菩萨的事业，是佛的事业啊，讲经教学为什么？总的来说为三桩事情。第一桩，帮助人断恶修善啊，告诉众生呢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自己做出来给他看，讲给他听。啊，像今天中午有同学提出来，饮食的问题。啊，许多人离开肉就不能吃饭，这个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。我们要怎样去告诉他？现在肉不能吃，什么原因？我们去参观
饲养畜生的场地，我在山东看一个养鸭子的基地，鸭的数量很多。啊，同学带我去参观，里面的工作人员。啊，在里面拿出一个小鸭，放在我手上，跟我手掌一样大。这么大的一个鸭子，他问我说："法师，你看看，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？"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头也养这些畜生，鸭子长这么大，至少要一个星期到10天才是正常的。我跟他讲，至少7天到10天，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，我就吓呆了。我说："你们的鸭子养多少天拿出去卖？"他们是提供北京烤鸭1/3，是这个厂里头养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2-3个星期。以前我们养鸭子被杀的时候，半年到10个月。至少半年，一般是10个月以上啊！你看看现在，不到一个月就拿出去卖了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化学饲料，这个问题严重。这些饲料就是让鸭子拼命长，很短的时间就长得又肥又大，这东西能吃吗？我们那天去了，差不多有10个人呢，我就告诉大家了，不但鸭子不能吃，鸭蛋都不能吃。太可怕了，什么肉都不能吃。它不是正常发育的。你看鸭子生下来就关在笼子里头，没有在外面走过。这等于是生下来就坐牢啊。坐牢是什么心情？它到外面去觅食是什么心情？不一样啊。我说你要知道他心里的怨恨了，那个怨恨就是毒，何况吃的东西全是毒素。我们不看不知道，以为是正常的，第一看就晓得，真可怕。再想想其他这些动物，通通都是被虐待。从一出生就虐待，一直到死亡，杀了他，吃他肉，他能不报复？他的报复就是病毒。所以人得些奇奇怪怪的病。中国古人所说的“病从口入”，吃东西吃坏了；“祸从口出”。要记住菩萨的事业是教学，
不但教学，还要表演给人看，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。学佛所是。啊，跟大众相处，我们的服装整齐清洁，这个很重要。人家看到尊重，身体健康，啊，这证明是素食好。啊，健康长寿啊。我们这个身体是个榜样，素食的榜样，健康的榜样，长寿的榜样，大家看了不能不相信啊！我们参加不少国际会议，跟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话最多的就是身体。啊，都问我，你怎么保养？不是，第一个，心地清净，没杂念，没妄想。第二个，素食。啊，不但素食，还得要少吃。这健康之道啊，我们要常常保护自己肠胃也。啊，多吃，他工作量大，他很辛苦；少吃，他工作量少，啊，他就会健康。啊，我们爱护肠胃，不能乱吃东西。啊，这就是劝大家素食好啊。啊，要行菩萨道。我们素食其实无所谓，我们要做给别人看，要给人别做个好样子，啊，让他知道素食可以养生。可以长寿啊？为什么要杀众生、吃众生肉？幕后一个不离菩提心供养，菩提心真心，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啊，他骗我，我不骗他。他骗我，我知道，不是不知道。知道也要随顺他，啊，装不知道。啊，到他有一天明白了，他才恍然大悟，那个人不傻了。我每次骗他，他全知道啊。啊，知道还让他骗，这是什么呢？伤害不大，可以忍受。啊，不能忍受的，我们当然回避。可以忍受的，没有关系嘛。啊，骗你一点钱，数字不多。啊，对你有好处。对我没什么伤害，就可以给你。啊，等于是帮助他。助人为快乐之本呢。菩提心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
正觉慈悲。啊，菩提心对自己是真诚心对待自己，让自己安住在清净平等觉中。啊，不能有染污，不能有高下，不能有好恶，这都不是菩提心。啊，觉而不迷，对待别人真诚的慈悲。啊，慈帮助众生得乐，悲是帮助众生离苦。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。又如是修行呢，是真功养故啊。那我们今天幸运持名求生净土，是对释迦弥陀真供养，啊，对我们父母祖宗真供养，对师长真供养，啊，真正的念到功夫成片，决定的生净土。菩萨以文明故，能于上述种种供养中精勤修持，而无懈怠与厌倦之心，故云勤修无懈倦。以上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那幸运持名，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你没有欢喜，身心不一啊。啊，怎么样能生信？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得越清楚，信心越坚定，求往生的心越强烈，啊，这部经介绍的非常详细，把极乐世界的历史、阿弥陀佛的生平做了详细介绍。啊，知道极乐世界的由来，不是凭空想象。凭空想象，我们不免怀疑。啊，他是发了大愿，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想建立个道场。这个道场啊，完善。样样具足，应有尽有。
啊，请教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如来。自在王如来并没有教他。啊，只是让他去参学，去访问一切诸佛的道场，告诉他诸佛道场里面的优点，你看到欢喜，你就把它记下来。啊，缺点，你就把它剔除。所以，极乐世界是根据十方一切诸佛道场里面真善美好的，他这么建立的。啊，不是自己凭空想象。是认真的去考察，去访问，这样见证的。所以一切诸佛道场里面的优点好东西，极乐世界全有啊。诸佛道场里面有不善的东西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三恶道极乐世界没有。极乐世界也有鸟，鸟是畜生道，那不是真的，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那鸟是谁？是阿弥陀佛，不是真的畜生道，是佛变现。啊，变现出你喜欢吗？啊，你喜欢，他就变现给你。啊，用这种身跟你交流，你喜欢。阿弥陀佛，随心因量啊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不可思议。从这个地方体现出阿弥陀佛慈悲，阿弥陀佛不但具足真实智慧，他通情达理，啊，满足你的爱好，这个爱好不妨碍修行。啊，同时也有启发的意思。啊，极乐世界的鸟都在修行，都在念佛。那我们能不念佛吗？啊，鸟都能说法。以上皆是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叹彼佛刹，前面是文明功德。啊，现在是赞叹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。学习的环境，观彼殊胜刹，微妙难思议，功德普庄严，诸佛国难比，一切诸佛国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他是采取一切诸佛国土的美好。叫真善美好，诸佛国土里面有缺陷的，极乐世界没有，所以
一切诸佛国土不能跟极乐世界相比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赞佛国土极乐世界各种万物严净光丽，严是庄严，我们要做做美好，净是清净啊，光明美丽，形色殊途，形是形状，色是色彩，啊，非常特殊。啊，也就是非常的稀有。有许多十方刹土里头都没有见过，极乐世界有，穷微极妙啊！啊，微妙到极处。下面说，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，皆不能称数。啊，太多了，没有办法称它，品类太多，我们不知道这些叫什么名称。啊，也不知道数量，它太多了，数不尽的，又无能轻便。就是清清楚楚把它辨别啊，一桩一桩的细看，数量太多了，看不见。盖彼土殊深微妙，非言思所能及，故曰观彼殊深差微妙难思议，难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想不到，我们看了之后啊，也说不出来啊，一时议论也说不出来，种种庄严呢，如一法句。啊，这一法句呢，就是清净句。天亲菩萨往生论上所说的，啊，这一法句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是真实智慧，无为化身变现出来的，无比的殊胜庄严。极乐世界，依报正报，依报是环境。啊，生活学习的环境，正报是人，老师阿弥陀佛，学生是十方菩萨，啊，十方来到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皆是菩萨。啊，习事
摄相功德之所转也，平等普现呐。所以下面说功德普转也。这一句，习是摄相功德之所转也，说明极乐世界一切人的身体是摄相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世界这个相，《金刚经》上说了一句话，说得很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我们这相是假相，不是真相。啊，就从这个生灭，我们就知道不是真的。啊，就在我们眼前，一秒钟，我们所有的现象生灭多少次？弥勒菩萨透给我们的信息，1600兆次，一秒钟。啊，所有现象的生灭。1600兆次，每一次不一样，所以它不是相续相。啊，每一个生灭都不同，大同小异。实在说，小异也是很大的差别。那我们看科学报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的身体，啊，一个人的身体，多少个细胞组成的呢？啊，基本的物质是细胞啊。啊，组成我们皮肤、血肉、骨骼，啊，跟五脏六腑，每个地方的细胞不一样，细胞寿命也不一样。啊，有一些细胞寿命只有几个小时。啊，有一些细胞可以说大部分，啊，它的寿命有几天到几十天，啊，到两三个月的，啊，也有少数的细胞寿命很长，超过100多年，平均。每一天24个小时，我们身体细胞新陈代谢，就是老的细胞死亡了，啊，死亡就排泄出来，啊，有新生的，新陈代谢，新生的，补充它。它可以运作正常，啊，24小时新陈代谢大概是7000亿个，单位是亿，7000亿，哪个身体是我？我们一天的变化已经70亿的细胞新陈代谢了。没有我，
佛说的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讲得非常正确，没讲错。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他得的身是十相功德之所庄严，他没有现成代性。啊，它不是细胞组成的，啊，它是什么组成的？十相功德之所庄严的，十相是自信，是自信变现。我们这个固然是自性变现的，但是里头有阿赖耶，所有一切变化是阿赖耶起作用。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个个都转世成智了。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，啊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以及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，帮助我们。让我们能够把阿赖耶转过来，阿赖耶是迷，转迷为悟。啊，阿赖耶悟了，就是自性。自性跟阿赖耶是一体。两种相用，一个是觉的相，觉的作用；一个是迷的相，迷的作用。设法界的众生，通通有阿赖耶。啊，一真法界没有阿赖耶，转过来了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转的？往生时候转的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我们往生是莲花化身，啊，我们会爬上莲花，坐在莲花里头，啊，莲花呢合起来了，佛来接引的时候，莲花张开的，我们进去之后就合起来了。佛把这个花带到七宝池，放在池当中。你在莲花里面转世成智，通通转过来了，花就开了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就花开了。啊，花开，我们的身体、身心全都产生变化了。啊，阿赖耶的物质的身体没有了，啊，阿赖耶精神的现象就是念头没有了。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完全回归到法性，就是此地所说的悉是摄相功德之所庄严，平等普贤。啊，身相跟阿弥陀佛
完全相同。啊，相好也相同，身有84000相，相有84000好，好有84000光。啊，每一道光里面都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。在这个身相里面，可以看到整个宇宙，在身相里面可以看到一切刹土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表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。佛家讲的伦理。我们迷了，到极乐世界就觉悟了。不必听经，听教不必，话一开全明白了，通通看到了，通通听到了，通通接触了。平等普现，所以说功德普庄严，如是妙土。如今云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，故云诸国诸佛国难比。啊，超过十方。一切诸佛刹土，啊！一切诸佛世界，阿弥陀第一，极乐世界第一。啊！我们能说不去吗？啊！应当。放下万念，专修净土啊，专念弥陀。啊，底下一段，叹发大愿，应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。啊，菩萨们发心。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也要发现。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叹发大愿，赞感人发心呐，应发无上心。愿速成菩提。啊，十方菩萨见到极乐世界，一真庄严。啊，看到佛，看到菩萨，看到环境，啊，生活的环境，学习的环境，超于十方。这个时候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你都能看到。才知道，佛号功德普度一切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证明了，我们没有到极乐世界听说，听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佛号功德普度一切。到达极乐世界，看到了，证明佛所说的完全正确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愿自己成佛，
也成就如是刹土。到极乐世界，我成佛，成什么样的佛？一定是成像阿弥陀佛一样的佛。啊，那我们的刹土，帮助戒淫众生刹土，也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这个念头自自然然升起，如《维摩经》云：“一住静过，言师至死，成即佛土。”啊，极乐世界是以诸佛经过。庄严、庄实、成就的极乐世界，菩萨看到，当然，啊，这个是阿弥陀佛已经造成了事实，我们看到这榜样，自然依教修行。啊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将来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超越诸佛刹土。啊，所以弥陀弟子沾佛的光，无论到哪一尊佛国土去供佛、去听经，人家听到你是极乐世界来的，会受到特别的照顾、特别的礼遇，因为他们恭敬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的学生也就格外恭敬。那也能如是嫉妒尽未来际，啊，像阿弥陀佛一样救济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度脱他成就无上菩提，啊，尽未来际。从时间上说，无有止境。前面都是属于赞叹，啊，下面一段呢，佛放光，这个光利益大众，光等于说法，实际上是加持。我们看注解，又问，啊，经文没念啊，应是无量无量尊，就是无量寿佛，阿弥陀佛，微笑显金容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环绕佛。三匝从顶入，又闻显感应道交，啊，阿弥陀佛
放光加持，啊，念了引诵一点经文，啊，诵一经文，这一段二十，彼佛无量寿，化到他方菩萨心，密用神通化大光，其光从彼面门处，啊，故知无量尊呢，就是无量寿佛。啊，微笑现金容，于彼佛金容示现微笑之相。啊，佛的色相现的是金色。啊，紫摩真金色身。啊，金在七宝里面摆在第一位，他所表的是永恒不变。啊，五金金银铜铁锡，除金之外，其他的四种都会氧化，氧化就变色了。唯有黄金不变色，啊，它不会被氧化。取这个意思，啊，取永恒不变，啊，不变是真的，会变是假的。啊，微笑现金容，啊，看到佛微笑，会说曰：“应是。”应菩萨法愿时，菩萨法愿，佛欢喜。啊，心笑，心是欢喜。啊，欢喜，受记之相。如来常住三昧，三昧就禅定，常住自心本定，啊，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的第四句：“何其自心，本无动摇。”啊，本无动摇，就是常住三昧，就是自信本定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真心是不动的，真心是本定的，动是妄心，动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前念灭，后念生，是属于无常的。啊，真心是常住的。将于设法了，安详而动，故佛心湛然，无息无有。啊，佛心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啊，湛然是清净，是宁静。啊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波动。
这些话里面含的深意，都是劝我们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真心不动。我们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全是妄心。妄心生烦恼，造罪业。真心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他没有烦恼。他不造罪业。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若将受记时，也就是菩萨修行了，接近成就了，接近圆满了，佛看得欢喜，自然现笑容。实相进步，佛口出光明啊！佛的实相不净，净是干净，如赤铜色，赤铜、红铜、紫铜。舌上无话，如英文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，舌上无话。参考资料第二页，最后一段。云何观？如来广常舌相。如来舌者，是十波罗蜜，十善报德。其舌根下，其舌两旁，有二宝珠，流注甘露。滴舌之上，滴舌根上，这个滴跟现在用三点水这个滴是一个意思。诸天世人、十地菩萨，无此舌相，亦无此味，舌上无话了，如宝应文。如此上位入印文中，留住上下如琉璃筒，祝福笑时动其舌根，此未离故，舌出无光无色分明。这个无色就是红黄蓝白黑，无色也叫无正色，无大色。舌上无话，佛出舌出无光，那么舌的佛的广成舌相。是十波罗蜜，十善报德的。说明十善跟十波罗蜜是心的，自信本具的。
将来成佛的时候，感得的是广成实相。啊，我们对于十善、六波罗蜜、啊，菩萨所修的十波罗蜜，普贤菩萨所修的将般若波罗蜜展开。般若波罗蜜是实质，愿力是全职，啊，通常说六波罗蜜全智包括在般若波罗蜜的里面，十波罗蜜是把般若波罗蜜展开。称之为厚德智，啊，般若波罗蜜是根本智。啊，我们通常讲十善六度啊，啊，十善六度一定要重视，要认真学习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舌上无话，笑时动舌出无色光。宝积经里头说，诸佛常法常是正常，若受地狱众生即时。二是光明两足下摩，啊，佛方的光从教足下面去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光照地狱。乃至若受菩提记呢，二是光明从顶上摩，啊，光放了之后从顶上。光放的时候，从足底下没有了，到足底下就没有了。这是对地狱啊，彼可纯一大乘呐、啊，故无余尘迹。故云从顶入极乐世界佛放光，全是从顶入。啊，没有从别的地方，说明这个地方修学纯一大乘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二乘、三乘、五乘。啊，二乘是大乘、小乘。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，五乘再加上人天，啊，人天本来不算的，啊，有些大德，因为我们在人道，啊，把人天提出来，五乘佛法。为康生开的本子，
那是放光之音。佛为什么放光？盖为当受菩提记。啊，这些菩萨应该受记了。家乡所缘，证明受记，表得实际。所以心笑口出，啊，欢喜笑容口出光明，光从电入。啊，先还从电入者，表图言说，啊，为无受，至极发生之际，这个地方没有说为人，为物，人是设法界里头的一道。一法界，说无呢，设法界全包了。啊，上面到菩萨，声闻缘觉。啊，下面是六道众生，通通包在里头，成无。为我们这个无就是设法界有情众生，佛受他们至极发生之际，这个里头用意很深。说菩萨可以，声闻缘觉，六道众生怎么能够得即发生之际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菩萨尤其是化身菩萨，我们看到不怀疑啊。化身菩萨以下我们就怀疑了。这个受记不是普通的记，成佛之记。念了下面说这个意思，为佛正为大众受记，因时机成熟，故现微笑。啊，因为这个地方，这些菩萨都是他方世界到十方极乐世界来参学的，啊，来拜阿弥陀佛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在十方世界修到这样的地位，才有资格，才有条件到极乐世界来见阿弥陀佛。啊，无论他是哪一道的，他已经修到这个地步了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到这个等级不能到极乐世界来。啊，所以佛放光遍照十方国，啊，这个放光也有戒引的意思，加持的意思。
啊，那么放光，从口而出呢，遍照十方，光回绕佛三匝，入佛定中。啊，此表为众所受之机，为至极发生之机，即究竟果觉之机。啊，这些人到极乐世界来参访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帮他们提升了，提升到究竟果觉。又往昔书注解的时候，光明照十方，欢入如来定者，以华严表受菩萨受佛记，这个引用的好啊。华严经上佛受菩萨成佛之际啊，这也等于像我们现在学校大学毕业授予博士学位，是这个意思，把这个学位给他，这叫受记啊。那么这也就是十方诸菩萨为什么喜欢到极乐世界来，来了到这个地方来拿博士学位的意思在这里。这个学位要阿弥陀佛给他，下面一段会众互请啊，这些菩萨互相道贺啊，菩萨见此光啊，即真不退位，实会一切众啊，互请生欢喜啊。大众见佛放光显锐，显锐啊，知道自己真的究竟圆满了，所以皆大欢喜啊。啊，底下说明与会大众善根成熟，见佛慈光明，即真不退位，不退就不退转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，圆满证得三种不退。第一个位不退，第二行不退，第三个念不退啊，三种不退圆满证得。啊，是故实会一切众互请生欢喜啊，会中这些菩萨们见此瑞相啊，智蒙受起啊，佛现真不退，互相庆祝，互相安慰，莫不欢喜啊。家乡书里头说，人天之相而欢喜啊，人天知道这桩事情，没有不欢喜。下面念老引宋译的经啊，宋译经文这段书，实会呀，一切诸众生敬叹佛光未曾有，个个具发菩提心，愿出尘劳登彼岸。有这一段文，那么这是
发挥。当时有众生，这个法会，释迦牟尼佛的法会，啊，佛给我们说这段故事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听众欢喜，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愿出尘劳。尘劳就是六道轮回，登彼岸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后面这一段，本师赞叹阿弥陀佛，佛语反雷震，霸音长妙声。弥陀放光，放光之后就说法。这两句是释迦牟尼佛对佛说法的赞叹，前面是放光的赞叹，啊，下面这是阿弥陀佛说法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啊，不是阿弥陀佛来了，啊，阿弥陀佛说法说些什么？师尊转告我们，那么这个佛子佛语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。佛音清净，称为梵音，又如梵天王，故曰梵音。啊，制度论也，如梵天王，五种声从口出。啊，佛的音声有这五德，第一个甚深如雷，啊，第二呢清澈远闻，闻者悦乐，啊，佛的音声虽然如雷，啊，如雷震，但是他的音声呢清楚，很远地方可以听到，听到的人生欢喜心。啊，第三呢，入心静安。啊，佛说法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啊，自自然然。中国人听他说中国话，啊，美国人听他说美国语，所以每个人都听得懂，不需要翻译，没有障碍。啊，这是佛音，化身菩萨也有此音，所以入心呢，静安。地了一解，真实明了，容易听懂，不难。啊，听者无厌，听得生欢喜心，听不厌。雷震呢，是比喻，家乡素云，雷震能骇动物心。啊，能震动，啊，能感动人。譬如说法，能动无明之识，能叫人破迷开悟，
啊，所以用这个来比喻。又净银素月，真法雷者，法无碍智，化众生也。啊，佛以无碍智慧，圆满智慧，帮助众生觉悟。啊，破迷开悟啊！唐译的是正大法轮，开悟一切众上诸劫，为弥陀说法，应身如梵天王，演说法要如大雷震，开悟大众，此乃本是赞彼弥陀之语。啊，这是赞叹阿弥陀佛说法。下面，八音常妙声，一佛如是，两句都是赞叹。佛说法，那么佛说法这里头我们要注意，要学习说法，最重要的是要听的人听得懂，听得明白。啊，说深了别人听不懂，那就变成毫无意义了。啊，说法要诚实，要恭敬。啊，这个时候是把佛法传送给别人。不能误传，不能有错误，不能让人产生误会。啊，像佛的这个音声，啊，如来所得了八种音声，《梵摩喻经》里面为八音。第一个是最好声，其声哀妙，啊，音声好，听到悦耳，生欢喜心。啊，第二呢，容易明了，言辞变了。第三呢，调和声，大小得中，闻者和融，自然会于中道之理。啊，要能够让他听得懂，而且带着启发性，啊，他听了有所觉悟。第四个呢，柔软，其身柔软，让人听得欢喜。啊，舌刚强意，自然入律。第五个，不误神。不要让人听了有误会。啊，所以闻者过得正见，立九十五种外道之邪非。啊，第六是不女声，声音雄朗，闻者敬服，魔外鬼神。魔王外道听到啊，都欢喜，都来皈依，
都能顺从。啊，七点呢，尊慧深，眼里头有威德，有严肃，啊，如是人，尊重这个世间人，听到的时候，他对你起尊重的意思。啊，由慧人生，闻者尊重，智解开朗，啊，能启发人智慧。八者呢，深远深，其身深远，犹如雷震。啊，距离很远，他也听得清楚。又八音之中，家乡似云。第一个响，第二个彻，第三个清，第四个柔，第五个爱，第六个亮，第七个和，第八雅。言语具足八音，这是圣人，他不是凡人。啊，长者说也，深人说也。如阿弥陀经语，其言言长，无根无力。言是言书啊，长是没有障碍，书长啊，佛说无根无力。等等，妙身说妙法应身，弥陀具足八音，应说妙法，故云八音常妙身。啊，那么这是赞佛的语。下面呢，这正说了，阿弥陀佛说些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这第四段，弥陀叹十方菩萨。啊，首先对菩萨的赞叹，十方来证此，无喜之彼愿。至求严净土，受记当作佛。啊，首先，说明从十方来的这些正士就是菩萨。那无喜之彼愿，这个无是阿弥陀佛自称。阿弥陀佛说，你们心里头的愿望我通通知道。啊，从这个两句一直到这一段的幕后，彼称如是刹，皆本师世尊，转述阿弥陀如来所常言之法言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一直到彼称如是刹，啊，在八百一十五页经文最后一句。啊，那么这都是阿弥陀佛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
转述的。正是就是菩萨，如本经中所讲的十六正是啊，在第二品一开头啊，本品的当机有十六正是，这十六正是都是等觉菩萨啊，不是普通人，地位跟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平等啊，但是观音师之是出家的菩萨，这十六正是在家菩萨，没有出家，在家修行也能证得等觉的果位，在家也能成佛啊，为摩居士在家佛啊，没有出家啊，他真的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佛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两尊佛，一个现出家相，一个现在家相。啊，两尊佛互补啊，圆满佛法的教学。啊，无，第二句无喜之彼愿，这个无，此为阿弥陀佛自证。啊，意思是，十方菩萨来此，借据殊胜大愿，我皆知之。啊，其愿是什么呢？只求圆净土，受记当作佛。啊，这些菩萨来参学，到极乐世界参学，就是为这个而来的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赞叹他。众生其心动念，如来悉知悉见，念头才动，就周边法界出生无尽的啊，谁的念头了？在这个地方讲菩萨，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两样，我们起心动念也周边发起，起个善念，起个恶念，起个无记念，无记念非善非恶，它的力量很薄弱，虽薄弱，诸佛如来都知道，啊，法身菩萨，我们读诵大乘，知道八地以上能量跟佛就接近了，佛知道的他也知道，七地以前要差一等。
那我们起心动念要以为别人不知道，那是错的，错误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凡夫不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甚至有些呢，鬼神也知道。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自自然然就谨慎，懂得慎独了。没有人见到的，也能够端正身心。不敢随便。如来悉知悉见，现诸真实，现在来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愿如弥陀。他要不想跟弥陀一样，他就不来了。听到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有向往之心，就希望去看看。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果然是诸佛如来所赞叹的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自然就发起这个愿望。我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多好。将来我的道场。其实这个世界跟我们普通讲的世界不一样，我们普通世界里面有很多国家，极乐世界没有国家的组织，佛没有提过，没有过往，没有上帝，没有天主，极乐世界全没有，没有四农工商，极乐世界我们怎么看佛听佛一生所说的只有两种人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所以他是道场。道道地地的道场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，在大宇宙里头，无量无边大宇宙的里面，阿弥陀佛建立一个特别的道场，这个道场的依据是十方道场里面诸佛刹土里真善美慧，他全采取了，不符合这个条件，统统不要。所以他的道场变成十方刹土第一道场。佛佛道统啊，诸佛如来也能建立，为什么不建立？既然有了，不需要再有了。十方世界业障极重的众生，佛没办法度的，都把他送到极乐世界来，都劝他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
见到阿弥陀佛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所以弥陀在极乐世界办学，诸佛在十方世界照僧，通通送到这儿来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我们看清楚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多大？你要记住，极乐世界的人身叫法性身，极乐世界的土叫法性土。法性什么意思？法性没大小。啊，法性是真的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我们这个世界在法性里面，不在法性外。啊，所以我们功夫成就了，阿弥陀佛从哪来？就在现前化身。啊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没有来去。设十万亿佛国度，是方便说，因为我们都有让众生。都计较时间长短，距离远近，佛这么随便说了一下，那到时候你自然明白了。啊，佛没有说假话，因为空间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它存在你妄念当中。你妄念消除了，你就晓得，啊，时空没有这桩事情，一切法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此界他方，这叫不可思议。啊，现诸正思，愿如弥陀，成就大觉，摄取佛土，佛即之地。故为舍如是无上相应之法，以满其愿。大家听了都满愿了，没有白来这一趟。啊，通通。让他们满载而归，欢欢喜喜离开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。